麦美娟话：正研究建筑物管理条例下阶段修例，包括规管授权票。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话：未启动或延长拘留等基本法廿三条赋予嘅额外权力。乐富村部分嘅大厦同乐富广场因为食水管渗漏冇食水供应。消息指已经完成维修。各位午安，我是彭建华。近年不时有大厦法团被指批出天价工程，甚或涉嫌围标。政府刚刚完成修例，规定法团要召开业主大会，决定是否进行大型维修。民政及青年事务局长麦美娟说，正是研究下阶段修例，包括规管授权票。修订之后的建筑物管理条例定义每户摊分30,000元或以上的工程是大型维修，并且需要最少5%的业主出席大会做决定。至于会不会规管授权票和加大主管当局的法定权力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希望尽快取得社会共识再修例。譬如要對個身份證啊、對名啊，每一個業主可以攞到接受幾多個委託啊等等呢幾方面嘅意見，嗰啲單棟樓佢哋未必有管理公司嘅時候咧，咁佢哋嘅法團嘅成員咧，反而覺得如果我哋加重喺委任代表文書嘅要求咧，法團嘅成員可能係處理唔到，令到佢哋召開大會嘅時候咧會更加困難。究竟主管當局在這些管理這些物業上面的權力是否應該不能夠過大，因為要尊重回那個物業的持有人，就是我們那些業主他們自己的權利呢？這樣所以其實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兩者是拿一個平衡的。華豐大廈三級火揭示不少舊樓連召開法團大會處理消防安全等的指示都有困難，今次修例亦定明法團委員如果沒有妥善保存文件需要負上刑責。不少議員擔心會進一步打擊業主參與法團的意欲，又說政府應該更加主動幫手。麥美娟就說業主有責任管理好樓宇。法例那裡我們主要就是協助業主去了解建築物管理條例裏面法例上面的要求，當兩邊去出現爭拗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已經有一個專業的調解的計劃去給這些法團去處理。有些業主他們平時就不是很理，到有一些可能維修的工程或者其他問題出現的時候，可能我的事件太遲，我都希望業主能夠去及早去善用我們這些計劃。华丰大厦大火另一个关注点是大厦入面有超过30间宾馆带来安全隐患，需不需要再修订旅馆业条例，为大厦入面的宾馆数目设上限呢？咁但系而家其实啲宾馆已经存在喺啲大厦里面噶啦，咁我哋系用一个咩嘅方式，或者用一个咩嘅标准去确定呢栋大厦里面要有几多少个宾馆呢？又或者那個消防的安全究竟是以什麼的為一條線去界定呢？我們現在主要是針對那個處所，那針對大廈是怎樣呢？那這方面的工作呢我們都是在看。麥美娟強調一直嚴格按照條例要求審批賓館牌照，又說一切會以大廈安全為首要考慮。無線電視記者翟潤文報導。負責國家安全的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說，本港現時的國安威脅方式轉變，市民仍然要警惕，可以研究如何利用閉路電視搜集情報，又批評有人要魔化國安事前了解遊行詳情的做法。港區國安法實施了4年，基本法23條亦都已經立法，國安風險是否有下降呢？負責國安的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在本台節目講清講楚說，現在威脅集中在三方面，包括是美西方的干預、軟對抗和本土恐怖主義。那兩條法之後是否威脅少了呢？我覺得是轉變了，
係轉變咗，呢啲威脅仲存在嘅。我哋一定要警惕住自己。所以全港第日有好多閉路電視，會唔會對國家安全都有好處呢？我就梗係睇到一定有好處，但係究竟點樣利用啊？點樣去可以利用幫我哋去破案啊？幫我哋去搜集情報嘅時候咧，咁我呢一刻咧，我仲要研究一下先。佢話市民嘅舉報都有用。2020年十一月開始到今年6月嘅下旬，一共收到超過75万宗舉報，咁當中超過一兩成係可以跟進。被問到遊行係咪軟對抗嘅一種時候，簡啟恩認為未必。因為基本法等等保障相關權利，你純粹話表達你嘅意見，你出嚟幾多次都冇問題嘅。我哋要推翻呢個政府，憎恨呢個政府，有呢啲咁嘅元素存在咧，又變咗質噶啦。不過反修例事件之後，遊行示威大減，有主辦者曾經話事前有國安向佢哋了解詳情，之後決定取消。理解一下係方便我哋去部署，我覺得呢個咧。是絕對是天經地義或者合情合法合理的。有一些人妖魔化了，就說喂國安找上門啊，又說到又嚇又勝啊那些這樣。塑造自己是一個受害者，塑造自己一個 被打壓的一群。我覺得他們可能有別有用心，有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叫多些人出來去支持他們。國安處的人員從來都沒有勸了他們。國安處如果知道有任何人有機會可能干犯國安法的，我們沒有理由坐視不理的。他認為申請人最終不搞遊行跟他們無關，部分可能是擔心活動被騎劫有風險。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導。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又說，暫時仍然未動用過延長拘留等基本法廿三條賦予的額外權力。對於有國安案件，部分情節提及的人物被質疑都涉嫌違法，他就說是時辰未到。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引入全新的间谍罪，负责国安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间谍早在2019年已经存在，当局现在已经就此立法，他们有没有走到呢？否则为什么不拉？是不是真的要抽出一个间谍出来拉了才是有间谍呢？我想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这个其实那些我也这么说，所有间谍他们是国家级的，立了法之后他们第一一定会更隐蔽，他們是會是不同的途徑去滲入去你的社會，滲入去甚至乎是很多不同的專業界別都有機會的。立法同時都賦予執法人員延長拘留、禁止被捕人見某個律師等等的額外權力，簡啟恩說暫時未有動用。多宗的國安大案審理中，有意見質疑部分情節提到的人物都涉嫌違反國安法等等，但未有被捕。依家可能你見到有啲未拉未鎖嚇，有啲組織係未取締嘅，都係若然未報，時辰未到嘅啫。不過亦都有案件喺原訟庭已經審結，但部分未被檢控嘅被捕人，到而家仍然要交出旅遊證件，定時去報到，會唔會造成不公啦？簡啟恩就強調，案件仍然可以上訴，二來本身調查都未完。以往我哋其實見過好多情況咧，就係、是。我哋心軟，我哋係聽咗佢嘅一啲辯解，我哋放翻一啲護照俾佢，最後佢哋就利用咗我哋對佢哋信任，而就逃離咗香港，繼續勾結外國嘅勢力嚇，去從事一啲危害國家安全嘅活動。我哋用呢啲權力嘅時候，我哋都要同法庭交代，法庭唔會見到我哋無理嘅時候，仍然容許我哋做呢樣嘢嘅。咁對於有個別保釋人士聲稱曾經答應國安去到深圳一日遊，以獲發還護照。他就話係對方嘅一面支持，但認同建議佢哋翻內地參觀，有助加強國家觀。我對我啲同事都係咁講嘅。你知道國家嘅發展係幾咁快、幾咁強大，你先知道你應該係面向祖國。我哋傾偈嘅時候，我哋都可以主動話：你點解唔翻去睇下？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導。轉下，樂富村部分大廈同樂富廣場因為有食水管滲漏。昨天下午近5点開始沒有食水供應，現場消息指已經完成維修，工程人員早上繼續檢查涉事直徑300毫米的食水管，附近一段的慢線和行人路仍然臨時封閉。經水務署搶修之後，部分樓宇凌晨近2点恢復供水。樂富廣場和受影響的樂富村4座到早上已經恢復供應食水，現場有工程人員說維修已經完成，只是未拉水掣，所以部分的住戶商戶天光之後仍然未有食水。
有居民話天氣熱，冇食水唔方便。梗係影響啦，冇涼衝喎，係唔舒服啊，唔舒服你都要噶啦。我有鬼味啊嘛，咁我咪嗱嗱聲沖涼咯。佢平時都冇去檢查佢，冇去睇佢嚟嘅，好少噶。我琴日去餐廳冇水飲啊，我見到啲人好狼狽喎。餐廳咧攞個嘢推，推到翻去得翻一半咋。翻嚟新聞時間，中央再送贈一對大熊貓俾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應四川省嘅邀請，今日啟程前往當地商討同了解大熊貓赴港安排。而全國人大常委李慧瓊建議，可以爭取同時多過兩隻大熊貓嚟香港。我自己咧係好期待咧，熊貓咧可以喺75周年國慶前咧係一齊咧融入香港嘅大家庭。如果有條件咧，可以爭取喺短時間咧係多過兩隻熊貓嚟香港嘗試一下生活，然後咧就讓佢哋咧喺香港咧就適應。咁當然啦，最後可能就要選兩隻喺香港玩得最開心嘅熊貓咧留喺度，亦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嘅方式。《東方日報》報導，城規會正跟進新田科技城規劃大綱。身兼香港觀鳥會榮譽會長的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昨日在社交平台發文，說內地上月公布候鳥遷飛通道保護修復中國行動計劃2024至2030年，計劃提出多項保護候鳥政策。反觀香港就借新田科技城之名在重要濕地上填土起樓，認為港府以一國兩制之名拒絕盡生態保育的責任，狠批香港真是寵壞的孩子。文匯報報導，深中通道6月30日正式開通後，對於珠江兩岸廣大製造業和物流行業無疑都是極大的利好，既節省時間和成本，又可以提高營運效率。有港企估算，由深中通道通行，公司一年可以节省60万元人民币成本。一啲物流企业负责人预计，经过深中通道通行，一年物流费用可以节省30%左右。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物流与供应链研究所所长黄国文话：，深中通道的开通可以令到物流的时间效率提高3倍，珠江西岸出口货物经盐田港和深圳机场出口更加便捷，可以好好地实现降本增效。各位，我是彭建华。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本港現時的國安威脅方式轉變，市民仍然要警惕，可以研究如何利用閉路電視搜集情報，又批評有人妖魔化國安事前了解遊行詳情的做法。港區國安法實施了4年，基本法23條亦都已經立法，國安風險是否有下降呢？負責國安的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在本台節目講清講楚說，現在威脅集中在3方面，包括是美西方的干預、軟對抗和本土恐怖主義。那兩條法之後是否威脅少了呢？我覺得是轉變了，是轉變了，這些威脅還存在的，我們一定要警惕住自己。所以全港第日有很多閉路電視會不會對國家安全都有好處呢？我就僅係睇到一定有好處，但係究竟點樣利用啊？點樣去可以利用幫我哋去破案啊？幫我哋去搜集情報嘅時候咧，咁我呢一刻咧，我仲要研究一下先。佢話市民嘅舉報都有用。2020年11月開始到今年6月嘅下旬，一共收到超過75萬宗舉報，咁當中超過1-2成係可以跟進。被問到遊行係咪軟對抗嘅一種時候，簡啟恩認為未必。因為基本法等等保障相關權利，你純粹話表達你嘅意見，你出嚟幾多次都冇問題嘅。我哋要推翻呢個政府，憎恨呢個政府，有呢啲咁嘅元素存在咧，又變咗質噶啦。不過反修例事件之後，遊行示威大減，有主辦者曾經話事前有國安向佢哋了解詳情，之後決定取消。
理解一下是方便我們去部署。我覺得這個呢是 絕對是天經地義或者合情合法合理的。有一些人妖魔化了就說喂國安穩上門啊，又說到又嚇又勝啊那些這樣。塑造自己是一個受害者，塑造自己一個 被打壓的一群。我覺得他們可能有別有用心，有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叫多些人出來去支持他們。國安處的人員從來都沒有勸阻他們。國安處如果知道有任何人有機會可能干犯國安法的，我們沒有理由坐視不理的。他認為申請人最終不搞遊行跟他們無關，部分可能是擔心活動被騎劫有風險。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導。簡啟恩又說暫時仍然未動用過延長拘留等《基本法》23條賦予的額外權力。對於有國安案件，部分的情節提及的人物被質疑都涉嫌違法，他就說是時辰未到。當局現在已經就此立法，他們有沒有走到呢？否則為何不拘捕？是不是真的要抽出一個間諜出來拘捕了才有間諜呢？我想不是那麼簡單，因為這個其實那些我也都這樣說，所有間諜呢他們是國家級的，立了法之後他們第一一定會更隱蔽，他們是會是不同的途徑去滲入去你的社會，滲入去甚至乎是很多不同的專業界別都有機會的。立法同時都賦予執法人員延長拘留、禁止被捕人見某個律師等等的額外權力。簡啟恩說暫時未有動用。多宗的國安大案審理緊，有意見質疑部分情節提到的人物都涉嫌違反國安法等等，但未有被捕。依家可能你見到有啲未拉未鎖，有啲組織係未取締嘅，都係若然未報，時辰未到嘅啫。不過亦都有案件喺原訟庭已經審結，但部分未被檢控嘅被捕人到而家仍然要交出旅遊證件，定時去報到。會不會造成不公呢？簡啟恩就強調案件仍然可以上訴，二來本身調查都未完。以往我們其實見過很多情況，就是我們心軟，我們是聽了他的一些辯解，我們放回一些護照給他，最後他們就利用了我們對他們的信任而就逃離了香港，繼續勾結外國的勢力去從事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我們用這些權力的時候，我們都要跟法庭交代，法庭不會見到我們無理的時候仍然容許我們做這件事。對於有個別保釋人士聲稱曾經答應國安去到深圳一日遊以獲發還護照，他就說是對方的一面之詞，但認同建議他們回內地參觀有助加強國家觀。我對我的同事都是這樣說的，你知道國家的發展是多麼快多麼強大，你才知道你應該是面向祖國。我們傾偈的時候，我們都可以主動說你為何不回去看看。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導。樂富村部分大廈和樂富廣場因為有食水管滲漏，昨天下午近5點鐘開始沒有食水供應，現場消息指已經完成維修，工程人員早上繼續檢查涉事直徑300毫米的食水管，附近一段慢線和行人路仍然要臨時封閉。經稅務處搶修之後，部分的樓宇凌晨近兩點恢復供水。樂富廣場和受影響樂富村四座到早上已經恢復供應食水。現場有工程人員說維修已經完成，只是未拉水掣，所以部分的住戶、商戶天光之後仍然未有食水。有居民說天氣熱沒有食水不方便。當然是影響了，沒有涼衝是不舒服啊，不舒服你都要的啦。我有鬼味嘛，咁我咪嗱嗱聲沖涼咯。佢平時都冇去檢查佢，冇嚟去睇佢嚟嘅，好少噶。我琴日去餐廳冇水飲啊，我見到啲人好狼狽喎。餐廳咧攞個嘢推到翻去得翻一半咋。繼續新聞時間。近年不時有大廈法團被指批出天價工程，甚或涉嫌圍標。政府啱啱完成修例，規定法團要召開業主大會，決定係咪進行大型嘅維修。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話：正係研究下階段修例，包括規管授權票。
修订之后的建筑物管理条例定义每户摊分30,000元或以上的工程是大型维修，并且需要最少5%的业主出席大会做决定。至于会不会规管授权票和加大主管当局的法定权力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希望尽快取得社会共识再修例。譬如要對個身份證啊、對名啊，每一個業主可以攞到接受幾多個委託啊等等呢幾方面嘅意見，嗰啲單棟樓佢哋未必有管理公司嘅時候咧，咁佢哋嘅法團嘅成員咧，反而覺得如果我哋加重喺委任代表文書嘅要求咧，法團嘅成員可能係處理唔到，令到佢哋召開大會嘅時候咧會更加困難。究竟主管當局在這些管理這些物業上面的權力是否應該不能夠過大，因為要尊重那個物業的持有人，即是我們那些業主他們自己的權利呢？這樣所以其實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兩者攞個平衡。华丰大厦三级火，揭示唔少旧楼连召开法团大会处理消防安全等嘅指示都有困难。今次修例亦都定明，法团委员如果冇妥善保存文件，需要负上刑责。唔少野员担心会进一步打击业主参与法团嘅意欲，又话政府应该更加主动帮手。麦美娟就话，业主有责任管理好楼宇。法例嗰度咧，我哋主要咧就协助业主啦，去了解建築物管理條例裏面法例上面的要求，當兩邊去出現爭拗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已經有一個專業的調解的計劃去給這些法團去處理。有些業主他們平時就不是很理，到有一些可能維修的工程或者其他問題出現的時候，可能我的事件太遲，我都希望業主能夠去及早去善用我們這些計劃。华丰大厦大火另一个关注点是大厦入面有超过30间宾馆，带嚟安全隐患。需唔需要再修订旅馆业条例，为大厦入面嘅宾馆数目设上限呢？咁但系而家其实啲宾馆已经存在喺啲大厦里边嘅啦。咁我哋系用一个咩嘅方式，或者用一个咩嘅标准去确定呢栋大厦里边要有几多个宾馆呢？又或者那個消防的安全究竟是以什麼的為一條線去界定呢？我們現在主要是針對那個處所，那針對大廈是怎樣呢？那這方面的工作呢，我們都是在看。麥美娟強調，一直嚴格按照條例要求審批賓館牌照，又說一切會以大廈安全為首要考慮。無線電視記者翟潤文報導。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全球都被恐怖主義的陰霾籠罩，連串的恐怖襲擊令到不少國家和地區開始成立反恐專隊，香港都成立專責反恐的特別任務連，俗稱飛虎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反恐工作不能夠掉以輕心。在1973年，香港警務處挑選精英組成了一支神槍手隊，到了1974年，将神枪手队升格为特别任务连，俗称飞虎队。飞虎队是警察啦，佢所可能执行一个类似军事的行动啦。我哋是灌输俾队员咧，系军事行动的知识。为了进一步提升飞虎队的战斗力，当时的港英政府先后邀请了英国特种部队空降特勤团和英国海军陆战队特种小艇队来香港，协助提升飞虎队的训练和装备。那时候是有 AK-47 出现，是吧？打劫银行啊，普通一般的警察應付不到的。 SD 都受過這樣的訓練，有這樣的裝備，變成由我們主力去做。飛虎隊的標誌是一隻插翼猛虎，主要的任務是武裝戰術干預恐怖活動或者其他涉及槍械或者爆炸品的嚴重罪案。所以在過去50年，每逢發生重大案件，上天下海都會發現飛虎隊的蹤影。危險啊！跑啲，跑啲，跑啲，跑啲！2003年12月，飛虎隊奉召出動，在佐敦民警樓圍捕頭號通緝犯桂炳雄。
整個嘅拘捕過程雖然冇用到一粒子彈，但其實飛虎隊承擔咗極大風險。我預期咧，正式攻防嘅嗰個主攻隊咧，有可能有同事係會重傷或者犧牲嘅，應該係超過三日嘅啦。我哋所有同事冇翻我屋企，我決定咧就同主管要求，行動前嗰一晚咧，俾佢哋翻屋企嘅。但係大家都心領神會，第一次。我哋會喺出勤嘅期間咧，我放翻啲隊員翻去。我相信亦都係唯一一次。無線電視記者張慧文報導。兩個分別19歲同未成年嘅少年，凌晨涉嫌偷走旺角一部紅色小巴，並揸到去上水，最終被捕。警方喺上水彩園村揾翻部涉事嘅小巴，車身冇損毀，亦都冇財物損失，時窿亦都係冇被破壞嘅痕跡。小巴司機協助警方調查。警方話喺上晝大7點接獲小巴司機報案，話喺準備開工嘅時候發現部小巴失去蹤影。翻查閉路電視之後，發現兩個少年喺凌晨偷走小巴。兩個視障人士投訴登上香港快運航班之後被要求落機，最終改搭同日較後嘅航班出發，感到受到唔公平嘅對待。快運回應話，是為了確保安全，按程序需時評估兩個乘客情況，就延誤和不便致歉和補償。兩個事主由失明人協進會安排下見傳媒，說5月下旬搭快運下午3點的航班去東京，但登機之後有機組人員通知，因為不能夠達到安全標準要兩個人落機，期間曾經獲發餐券，最後獲安排改搭同晚的另外一班機出發。快運回覆說，需要時刻確保所有的乘客在緊急情況之下能夠遵守安全程序。今次事件確認地勤和機組人員都有按照標準安全程序，不過判斷有不同。由於當時需時上報並作進一步的評估，所以兩個事主未能夠乘坐原定的航班出發，會檢討和改進工作流程，強調有嚴謹平等機會政策，致力為不同有需要人士提供安全航空服務。湖南省洞庭湖缺堤，淹沒超過47平方公里的土地，搶險工作持續進行。央視報導，直至上午11點，一道達226米的缺口已經封堵大約70米，封堵工作通宵進行。多部運載石頭的貨車24小時不斷來回提拔的兩側，將石塊投放入水。報導指缺口位置水深最深是達到10米，為了加快修補速度，當局同時出動3艘船直接將大石投放到缺口。目前洞庭湖水位持續下降，洪水開始倒流回洞庭湖，而現場天氣晴朗，加上水勢平穩，石塊容易堆積在缺口的附近，有利守住距離缺堤的位置大約9公里的第二道防線。